的有蚊子出来。天气实在太热了，来吃冰吧。这是日茶口味。这个很有趣的夜市牛排，在等待中，超有趣，很简陋的夜市，但是蛮有趣的。第一次来，等我的鸡排中。谢谢。哎，我不要吃了，不要吃了，你再叫。没叫，还没叫。没叫着。真怀念。